总裁，若真正参像你所讲的安尼，我是要安怎？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我马上甲你开除。哪？总裁，佮有甚物款？生日快乐！今仔日是你的生日对无？我有搁看过你的人事资料，所以我知影。你把礼物拍开看麦，看你是毋是有喜欢。总裁，这么贵重的生日礼物，我不能收啦，多谢你好意。安娜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礼物送出去，绝对无道理搁收倒转来。安娜。你若是搁提示，就表示你无把我看在眼内。不是啦，好啦，那安尼我就恭敬不如从命，多谢总裁。唔免客气啦。对啦，今仔日你能提早下班，我相信一定有朋友要替你庆祝生日。多谢总裁的体贴，我是会足感动的。也毋过，今日免提早下班啊啦，因为我是一个人过，无人替我庆祝。真正无人要替你庆祝？真正。生日无应该是一个人过，尤其是今仔的阴暗啦，啊若无你会感觉真寂寞。我看安尼啦，今仔的阴暗，我尽量拨一寡时间出来请你食饭，替你庆祝生日。安那。你敢愿意接受我的邀请？我真正求之不得。真好，我即马要阁无闲，爱认真工作，请你先出去。是。猪哥出手阁真大方，即个贝仔无计值一百万，至少也七八十万。看起来伊对你是比对我加好真济。伊的弱点果然是查某。伊拄才才约我同齐食饭尔，这是一个好机会。我拍算，也毋要去准备对伊下手。安娜。歹势，爱委屈你。既然佮答应你和你妈妈，我当然嘛袂后悔，一定会挺你到底。是讲，爱付出甚物代价，我嘛已经有心理准备了。也毋过安怎？我的心，代志无咱想遐尼啊简单。我嘛烦恼，我甲你做袂到。安娜，我对你真有信心啦。若是以我对平村的了解，只要你愿意用一点仔手段，伊绝对走袂出你的手掌心啦。而且伊看你的时阵，伊迄眼神真明显是甲别人无共款。你嘛要对你家己有信心，你一定做会到。我想，我今日应该就能完成这项任务啊。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放心啦。我甲我妈妈的命运拢交在你的手头，一切都拜托你。总裁，安娜，咱今晚应去食饭啊！啊！志涵，你现在搁无落门就装入来，你敢知影安尼真无礼貌？我想讲，找你做下班应该不要紧啊。你种歹习惯，一定要改。无需要找任何的借口。爸，你搁唔下班哦？我用人搁应酬啦，你去叫你妈妈陪你下班。妈的秘书讲，伊已经提早下班了。那呢，你就去找姊。伊遐嘛无伫的，即摆干那剩你一个人。志涵，你都已经这么大汉了，毋是毋知影路啊啦？要下班就搁人陪你哦。你赶紧倒转去厝，陪恁阿妈，有听到无？好啊，即摆安心陪你去食饭，
替你庆祝生日，行。安怎？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还没处理好？无啦，只是到底是什么事情？你们赶紧讲，莫浪费时间。我是想讲，总裁你送了我的表啊，是不是应暂时放在总裁你的保险箱内底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住的所在是工作的，总裁你又送了我这么贵重生日礼物，我是在烦恼说怕放在家里会被偷拿去，那这样我就真对不起总裁了。原来是这样哦，你的表啊？在这。手伸过来。你看，名表配美人，家己真正是够适配啦。今仔是你的生日，所以你一定爱挂。假使讲你今仔把这颗表啊放起去，要锁伫保险箱，明仔载再锁入去就好。严国英啊，你一定爱挂。多谢总裁。行。你要再喝，晚上吃晚餐的时候，你已经喝很多红酒了。如果再继续喝下去，你很快就会酒醉。我也不知道是怎样，但我的心情有点激动。有可能是因为像你那么身有地位的大总裁，能陪我吃饭，陪我过生日，让我实在很感动的。还有，人说喝酒会做大，酒若啉落去，平常是唔敢做、唔敢讲的，最后拢敢做、嘛敢讲啊！祝我生日快乐，也祝你身体健康。那呢，杨安，你要对我做出什么代志？你要对我讲出什么话？总裁，坦白讲啦。上一次去超人，叫恁大某误会要去应征秘书，看到你了后，我回来到厝，我就想到你了。我甲家己讲，因甲一个参像你事业遐尼啊成功，还佫有成熟男人魅力的查甫人同齐做工课，安尼嘛袂歹啊。你迄个时阵无甲我讲，你对我真满意。要给我三天的时间考虑，最后我改变主意，要去超人上班啊。那呢，你入来以后，敢捌后悔过？其实有啊。是超人内部，还是我这个总裁有多一点，让你会后悔？虽然讲你平常是看起来真严肃，也毋过你这份威严，看伫我的眼内，就是你的魅力。所以，我都有淡薄后悔，含你同齐做工课。我是烦恼，我以后毋若欣赏你尔。你竟然去介意着我是无？敢讲？心意早就总裁你看出来，这个世间每一个查甫查某拢同款，只要你去注意到、欣赏到对方的优点，那呢，搁刷落去，一定会搁较进一步，你一定会去介意到对方，这绝对是真正常的代志。总裁。若真正参像你所讲的安尼，我是要安怎？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我马上甲你开除。